Thank you.
大家高炸平安，真欢喜，真感恩。咱过一摆做阵来敬拜，甲俄罗斯疼爱阮的天父上帝。咱无论伫何时，无论伫倒位，咱拢会当来俄罗斯甲敬拜咱的主，因为咱的主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。阿门，感谢主，伊时时刻刻甲咱同在，人就要拍开咱的心，呼求伊的名，伊伫的确会来甲咱同在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最近来做一个祈祷，亲爱天父上帝，亲爱主耶稣。阮满心渴慕、谦卑、敬畏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咱敢，咱会知影，咱今仔日会当伫遮，拢是靠着你的恩典、你的保守甲看顾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，时时刻刻帮助扶持咱。在这段艰苦的时间里面，主啊，咱单单仰望你的慈爱，因着你的慈爱，咱的人生才有盼望，因着你的慈爱，咱的人生才有意义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求你的灵过一摆来降临正遐的姊妹的心内，求你的灵，过一摆来摸着阮的心，来充满阮的心，因为阮渴慕你，阮需要你主啊，你的灵今仔日来医治阮的心灵，来予咱的心更加有力量，过一摆有希望。祈祷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。兄弟姊妹，咱邀请你最近来到主的面前，咱要用欢喜敬畏的心，搁一摆来甲主讲：主啊，感谢你的慈爱，你的慈爱实在是比我命较好，因为咱靠着你的慈爱，咱的生命才有丰盛的稳定。感谢你主。
上帝，我的罪，我的心被你摇
大家好，今日又是领受圣餐的日子。咱每一个月就领受圣餐一摆，但是现在在你厝内，你会使时时刻刻拢领受圣餐。那新约的教会内底，伊人逐日嘛咧领受圣餐，你拿到厝内会使。这部一个月，甲牧师制定领受圣餐，你也会使一礼拜领受一摆。上主要领受圣餐的时阵，就爱带着信心加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。领了我的面前，你会看到这个杯甲这个饼。那咱今日无用饼，咱今日是用露滴。拿到你的厝内，你也无露滴，你会使用饼，你也会使用，亲像你看到我的尖头露滴，什么款的露滴本会当用？拿到杯内底咧，就是葡萄汁。所以今日咧，咱人爱做好这个准备，大家教我做不来。领受这个圣餐，也未领受这个圣餐之前，我要为你人读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。那要知道，咱知影这《哥林多前书》是保罗向信徒来讲的话。伊这道讲，我阁对恁讲，主所领受的。我也要传给你们，耶稣那天明出卖的时候，就是提起饼，感谢上帝以后，他就来掰开这个饼，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写的，你们应当也是应该爱这样款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二十五节，照安尼饭后，伊也举起这个杯，伊讲：这个杯咧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一摆饮的时阵，也应当
爱安尼款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26节，恁每一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就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伊来。27节讲，所以无论啥物人，无按例来食主的饼，啉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了主的心，主的毁了。28节。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应当来检查家己的心，咱人爱检查咱人的态度，然后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因为当人食甲啉，也是讲无分别是主的身体，安尼看就是啉甲食了家己的罪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咱人来。吃这个饼的时阵，饮这个杯的时阵，咱就要先做一个祈祷，咱先求主来赦免咱的罪，求主拿咱心中过个一摆来更新咱，求主来咱心中来做伊的工课。所以现在拿掉电视机。门前也是拿掉网络前的兄弟姊妹，你会使跟我安尼款做。咱人现在手举的这个饼，我举的就是露滴。咱人举起这个杯，现在也未吃之前，咱人来仰头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恩你那十字架顶所为我做的一切。主啊，我感恩的就是你的道成了肉身，来到这个世间为我定死，那是一个定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宝血为我流，感谢主耶稣，你的身体为我破。今日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向你求主耶稣，搁一摆主啊洁净我，搁一摆主医治我。无论主耶稣，我人有什么病痛，阮知影，当阮食了这个圣餐的时阵，带着信心主啊来向你求，你必定会为阮成就。所以主耶稣，阮举起阮的杯，阮举起阮的饼，阮祝谢，阮感谢你，主耶稣所为阮做的一切，阮安尼款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让大家来先吃这个饼。然后举起咱的杯来饮，咱会使当咱食甲饮后，咱人是带着欢欢喜喜的心情，带着得胜的结果，搁一摆活出基督徒的灵命。所以咱人来感谢主。来跟主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你主，那十字架顶所为我做的一切，我感恩耶稣你的圣功拿掉我的心中，感谢主，阿们。看到你就好，兄弟姐妹亲爱的朋友，今日阁是主日，咱人阁会当来做布来敬拜主。现在我就将时间交予 Jennifer 姊妹做福音报告。非常的感恩，阁一摆的欢迎每一位甲阮做阵的组织敬拜。现在予我为恁来做小小的报告。头一报告就是每一个礼拜四暗暝时7:45到9点，拢有这个祈祷会，咱会透过这个 Zoom 来祈祷。你会当来打电话给咱的小牧师，然后伊会甲你讲怎样进入到这个 Zoom 内面。咱拢知影讲祈祷对咱基督徒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要伫遮鼓励你，甲阮做阵的来祈祷。接落来就是。每一个礼拜四，咱有这个查经的小组，时间游玩的是伫咧暗暝时9:15到10点。
这小组就是会当和咱最近的三甲的来查下圣经吼，就是咱会当对上帝的话语更加了解，更加了解上帝伊的心意。所以，搁一摆鼓励你来参加，愿上帝祝福你。兄弟姊妹，现在我就要为恁来报告要怎样奉献的方式。你当透过手电，也是透过电脑来做奉献，比如是电脑，也是银行转账，也是要寄支票。如果你是用电脑的，请在你的手电输入第一教会的阿嬷名 Bethesda Cathedral， 第二教会的 UEN 号码 S9GSS0099F S9GSS0099F， 然后是你要奉献的数目。这一道请你注意，若是你要用电脑的，咱的教会将袂来开收条给你。刷落来，如果你是要用银行来转账，请你输入第一教会的银行 OCBC， 第二教会的银行户口号码601-074-123-001 第三教会户口的英文名 Bethesda Cathedral， 然后就是要你奉献的数目。如果你若是要开支票的，请你就要填写第一咱教会的名 Bethesda Cathedral， 第二你的奉献数目，然后寄到教会的地址30 Chai Chee Street S468-979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阁有其他要奉献的方式，你会当敲电来教会，也是敲电给咱的小牧师，伊将伊来帮助你。感谢你的奉献，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。阿门。今日我要介绍的是一个新的公园，这位公园甲林俊亮牧师真正熟悉，伊的名就是叫做林俊元，就是咱啊上亲爱的林俊亮牧师的兄弟。林俊元牧师是一个主任牧师，伊就是那加温堂做主任牧师。今日伊要讲的多。就是职业整治，所以呢，咱人爱专心来听林牧师的道。主来向你祈拜平安，咱先做一个祈祷啊！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好，阮有机会来听主的话。愿主借着你的话来感动阮，和阮的性命会通继续的长进大汉，会要主的性命，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安尼先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今日即个，那是我问你哈，一粒苹果内面啊有偌侪粒籽呢？我相信这个问题真快就会通解决啊！你将这粒苹果该做开。然后那些籽该提出来算算者，你就知影一粒苹果内面有偌侪粒籽啊。但是呢，那我倒变来问你啊，一粒籽内面啊有偌侪粒苹果呢？啊，相信这个问题是真不容易回答，对不？因为当一粒籽伊被种在土堆内面以后，伊就会大汉大长，变成一丛苹果树。这张苹果树顶面啊，伊就会结出真侪真侪粒的苹果。你啊，这跩苹果内面伊也有籽，每一粒籽呢，伊那是种的这个土卡内面，伊也生出一丛的苹果树。然后呢，伊个会结出真侪真侪粒的苹果啊。每一粒苹果内面呢，各有籽啊。这个籽呢，种伫土卡内面，伊个生出一丛的苹果树，然后呢，伊也过真侪真侪粒的苹果。难怪安尼款直直讲落去，今仔日咱免刷回了哈。总是咱看到讲安尼款的一粒乌乌碎碎粒的籽，实在真艰苦想讲，
伊将来是一丛真大丛，结出真侪粒苹果的苹果树，对不？啊，无单单伊变作一丛苹果树，伊过会当继续无停的直直生出真侪果子来啊。所以，这丛的树，甲这丛树顶面真侪真侪粒的苹果，其实呢，因拢是伫这一粒碎碎粒的籽的生命里面。因为这边上帝所赐予咱的生命，就亲像一粒籽的生命。问题是，咱有何这粒属灵的种子，成做一丛会通生满果子的大树啊？无。今日我想要甲咱做阵来看这个题目：一粒麦的生命。咱来思想这个真重要的真理。那今天要看的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。第二十三节的头前，就是二十到二十二节，遐甲咱讲到主耶稣伊坐着驴啊入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二十节遐开始讲到迄时啊，上来过做做礼拜的人中间呢，有几个希腊人。因就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伊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爱见耶稣。”腓力就去甲安德烈讲，安德烈就甲腓力决定去甲耶稣讲。然后咱就来到今仔日的这段的圣经，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者。主耶稣呢，伊就用一粒麦的这个生命这篇的信息。来加这些人讲话啊！咱先来看这段的圣经讲的是什么？二十三节，这主耶稣讲，人子得到应邀的时阵到了。我相信咱拢知影，当时耶稣入到耶路撒冷呢，伊是准备要完成伊降世的目的，就是伊要为世间人的罪被定死伫十字架。所以，既然摆伫伊面头前的是一个痛苦、受苦的路，为什么主耶稣伊要讲是伊得到应邀的时阵到了呢？所以二十四节，主耶稣就用一粒麦的生命来做解释。伊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的甲恁讲，一粒麦伊无落伫地内死了，伊犹原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会结出。”真多真多粒来啊，所以主耶稣用这个麦的这个譬喻来譬喻伊家己，一粒麦那是落伫地内面死了，伊就会生出真多真多粒来。所以等于生出真多真多粒的时阵，这粒麦就已经得到应邀了。所以当主耶稣伊对死来过活的时阵，也就是伊得到。应邀的时阵了，虽然耶稣知影摆伫伊面头前的是一条受苦的路，是一条痛苦的路，总是这个是伊得到应邀，定着要行的这条路。亲像讲一粒麦，伊定着就要先落伫土卡内面死了，伊才会通生出真侪真侪粒来。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。主耶稣也用这个麦的生命来提醒伊的学生，伊讲疼惜家己生命，的确要丧失生命。在这个世上万分家己生命，就要保守伊的生命到永远。那有人服侍我，伊就要跟随我。我伫倒落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倒落。那有人服侍我。我的父的确要尊重伊，所以耶稣要伊学生一人为着主的缘故来牺牲因家己的性命，要来跟随主，也要来服侍主。这个就亲像一粒麦，伊的确就要先伫落伫地来死了，伊才会通结出真侪真侪粒来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啊，咱的性命就是一粒麦的性命。请问咱这粒麦？现在伫倒落咧，收伫厝内，还是已经落伫地内面死了咧？有一撮人啊，因信主到现在，犹原是
一粒麦，一粒麦而已。也有一些人他已经生出很多很多粒来了。请问我们是什么在哪一种的情形里面呢？今天我们最近来思想一粒麦的生命所要带给我们的提醒和勉励，我分作两方面来思想。第一，我们要说到一粒麦它挖到的意义；第二，我们要说到一粒麦它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先来看头一方面，一粒麦它挖到的意义。若是我是一个农夫，我手里有一粒麦，我应该就要安怎做呢？若是我将这粒麦啊，给收在厝内，收一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伊犹原是一粒麦尔尔，也可能已经变作是一粒歹了的麦了。所以，若是我是一个农夫，我应该就要知影，讲一粒麦伊的性命，唔是予我收在厝内啊，乃是要将伊来种伫土堆里面。安尼是呢，伊才会通结出真侪真侪粒来，所以这个就是这粒麦伊挖到的意义。兄弟姊妹，咱属灵的生命就是这粒麦的生命。请问咱有挖出咱这粒麦挖到的意义无？咱是不是已经结出真侪真侪粒来了呢？咱看到有一撮基督徒，因过着真正丰盛的属灵的生活。咱对因的心中啊，看到真侪属灵的见证，真侪属灵的果子，因为呢，因就是亲像麦安尼款，落伫地内面死了，所以因才结出真侪真侪粒来。也有一撮基督徒，因就无即撮生命的表现，因为因到现在，佮停伫一粒麦的坎站，佮也袂落。在地里面死了。兄弟姊妹，请问咱是不是知影咱家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咱要安怎样才会当让咱无浪费咱这一世人的时间呢？咱有两方面的提醒。第一呢，咱就要来认识这位上帝。咱要认识这位上帝，咱活着才有意义啊！有一位无神论，就是无相信有神的哲学家，叫做罗素。伊安尼款讲，伊讲除非你相信讲有一位神，那无咧，咱伫咧讨论人生的目的，这个问题是一点意义拢无啊。是的，那是咱无相信有一位真神，咱的人生啊就无意义啊。咱相信咱拢无愿意接受，讲咱家己的人生是无意义的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咱大声就要先来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，然后咱来相信伊，来依靠伊。安尼时呢，咱才会通找到咱人活着的意义。保罗伊伫以弗所书第二章也甲咱讲，伊讲咱原本是上帝，就是伊就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伫基督耶稣内面做成的，为着要叫咱去行好，就是上帝必办要叫咱去做的。原来咱大家人拢是上帝的手工，伊对咱每一个人的一生拢有一个真美好的安排，所以即便咱会通照着伊的安排去生活，咱活着才有这个意义。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若是你也未相信耶稣，今仔日我要邀请你紧紧来相信伊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安尼时啊，你的人生才袂白白活着无意义啊！因为咱若是无照着上帝的安排去生活，咱就亲像咧一粒麦，伊无活出伊活着的意义一样啊！第二，咱来讲到顺服上帝。大圣，咱就要认识这位上帝，然后呢，咱要顺服这位上帝，安尼先，咱才会通活出咱活着的意义。请问咱是不是有照上帝的旨意去过咱的生活呢？来讲，咱今仔日甲的咱的生活是甲世界人相像，
咱抓做讲，哇，我着要赚侪侪钱啊，我着要有真好诶物质诶享受，这个就是我活着诶意义啊。那是咱抓做讲，这个就是咱活着诶意义。安尼是呢，咱着要细腻来听主耶稣对军队伊诶人，对相信伊诶人诶提醒。主耶稣讲，人若赚着全世界，背上家己的性命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人过一趟用什么来换伊的性命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请问咱知影咱这一世人要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保罗已经清楚伊活着的意义，伊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遐甲咱讲到。伊讲，我无掠我家己的性命来做要紧，也无看做宝贝啊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完成我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，来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所以，咱看到保罗，伊对上帝遐领受了伊这粒马的性命以后，伊就去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伊讲，伊就去完成吼，伊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，为着上帝恩惠的福音来做见证。所以伊的性命咧，就亲像一个马落地堆来死了，伊就生出真侪真侪粒。迄撮予伊影响的人啊，也将因的性命落正伫堆内面死了，所以因也继续。我生出真侪真侪粒来，伊就是安尼款，直直生，直直生，到甲今啊日，个啊继续直直结果子。所以咱要问咱家己是毋是知影哦？你是毋是知影上帝对你这一世人的旨意是甚物呢？上帝要咱为伊来活，要咱遵行伊的旨意。所以那是咱无顺服上帝。咱就无办法活出咱活伫世间的目的是甚物？咱看到今仔日有一撮基督徒，伊真熬祈祷啊！哇，有诶，伊对圣经真熟；有诶，真热心服侍主；有诶人常常来参加聚会；有诶常常去关心别个兄弟姊妹，关心别人。因就亲像是一粒落伫堆内死了的麦啊，因为安尼，因就会通结出真侪真侪粒来。为甚物因会通安尼热心呢？因会通安尼熟灵呢？唔是因为因的时间比咱较侪，哈，唔是讲因有二十八点钟，咱只有二十四点钟，哈，总是因为因为了主的缘故。因愿意去牺牲真侪物质方面的享受，因放落真侪俗世的好处，因付出了这个代价。亲像讲，咱可能咧看电视哦，伊用这段时间去关心人，去打电话给人哈。咱个咧困，伊就早早起来读圣经祈祷了。所以因为安尼款，因才会通得到荣耀。主耶稣在二十五节这下跟我们说到，疼惜自己性命的，的确要丧失性命，在这个世上怨恨自己性命的，就要保守他的性命到永远。所以若是我们不肯将我们自己这粒马落在堆内死了，就亲像我们疼惜自己的性命，结果是丧失我们的性命。但是我们若是愿意将这粒马给它种在堆里面，是亲像我们怨恨自己的性命，我们不爱它，总是也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活出了这粒马它活着的意义，并且可以保守到永远，可以活出美好属灵的性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若要活出这样的性命，我们定着就要付出代价，这个就是这个马伊活着的意义。第二方面，咱来讲到这个马伊丰盛的性命啊，那是咱真的知影，咱家己的性命咧是这个马的性命。我相信咱也愿意去活出这个马伊活着的意义。安尼是，咱定着会当去经验这个马
伊的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伊伫约翰福音第十章甲咱讲到，我来哦是要叫羊，还是讲要叫人得到生命，并且会当得到更加丰盛。所以耶稣要赐予咱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个也就是这个马的生命。因为当伊落伫堆内面死了，伊就生出真侪粒来，检测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所以咱要按怎样才会通经验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？咱头先讲了，大圣咱就要来相信耶稣，安尼是咱会通对伊遐来领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。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，咱就要照着伊的旨意去行。安尼是咱就会通经验到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我咱伫遮也有两方面的提醒。第一，咱讲到一条马的属奉。耶稣伊伫马太福音25章讲到一个按照才干来分银仔的披露。这个主人呢，将伊的银仔分予三个萝卜，一个5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1000。咱看到迄个5000的甲2000的，因就分别赚了另外的5000甲2000。所以主人就懊恼因是过好过紧张的萝卜，总是那个摕1000的呢，和主人来责骂责骂，因为伊将这个银啊，给伊收起来，伊无去用。所以咱用这个譬如常常来讲到属奉的真理，这个萝卜对主人遐，伊摕这个银啊的目的呢，是要为主人来工作。为主人来赚更加多的银啊！今仔日上帝也赐予咱大家人有无少想的恩赐甲才干，伊就是咱要咱来服侍伊。所以那是咱唔肯来服侍主，就亲像一粒马，伫咱的手内，犹原是一粒一样。那是咱愿意予伊落伫堆内面死了，咱的属奉就会通结出真多真多粒来。来荣耀主的圣名，所以那个提5000的，跟那个提2000的，得到主人的懊恼，不是因为他真牛，还是说他的才干真大，那是因为他们愿意去付出这个代价，他用时间去做。所以主耶稣在26节说到，若有人服侍我，他就要跟随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那有人服侍我，我会白的确要尊重伊。所以天父啊，要尊重迄跩服侍伊的人。那要咱那要得到这款的荣耀，咱必须就要付上代价，就是落伫堆内面死了。诗篇162篇也甲咱讲，流目屎也精致，的确要欢喜来受过。在今日。咱服侍主，唔是因为咱闲闲无代志，哈，而是讲咱退休了有时间才来服侍主。咱服侍主乃是看咱按怎样来看待，甲因上帝所赐予咱的这个恩赐，因就亲像咱手内的一粒马安尼是。咱看那是看咱按怎样去应伊。我这个团队人啊，已经热心服侍主。朋友就劝伊讲：“哎呀，你唔通安尼艰苦啦！”啊，伊就甲伊个朋友讲：“哦，我甘愿啊，用甲我歹，也无愿意放地遐生山生甲歹去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唔忙咱大家人也献上咱家己来合主来用，好好来服侍主。安尼是咱就会通经验讲服侍，多好咱这个灵内面这款的方式。所以圣经甲咱讲到，咱服侍的果效啊，也要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伫启示录真正清楚甲咱讲到，当咱啊伫主内面死了的人是有福气，因为咧伊做工的果效，也要得着因到永远内面去。我第二咱来讲到一个马的奉献，圣经啊常常用这个正做的譬如来讲到奉献的真理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遐讲到，咱少种就少收，多种的呢就多收，用这个来勉励咱，就要多多奉献。
原来咱的奉献就亲像一粒麦落伫地内面死了，伊定着会生出真侪真侪粒来。所以伫古约马拉基书第三章讲到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恁要将当交的十分之完全的送入去仓库，和我的厝有米粮，用这个来试试我，是不是为着恁来打开天顶的天啊，倒福气予恁，到个无所在通收。所以圣经伫只应允咱，那是咱愿意将应该交的十分之奉献予教会，上帝就要为咱来开这个天啊窗，将福气倒予咱，到个无所在通收。咱知影农夫吼，伊当伊咧啊亚种子的时阵啊，伊绝对袂咸涉讲啊，我手内的种子安尼做粒，我收一跩，我卖亚个了。因为伊知影最正的就最收这个道理。那是咱也知影奉献的真理，我相信咱也定着会甘心乐意，将应该交的奉献来交予上帝。在一粒麦，伊的生命是毋是会通得到荣耀？是在伫咱安怎样来用这粒的麦？真可惜，有一跩的基督徒，因无将因家己的生活、因的书房、因的奉献，亲像一粒麦安尼生，予伊落伫地内面死了，所以因无结出真侪真侪粒来。这款的基督徒啊，咱只会通讲，因是住伫世界。但是因无活伫世界，因为因这粒的麦无予伊发挥，也是无予伊完成啊。伊是一粒麦的使命。兄弟姊妹，请问你清楚你今仔日活伫世间的意义，也是目的无？你有去经验你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偌丰盛无？那是讲咱信主到今仔日。还是说你来到这个教堂到今天，你有去活出一个马的生命来说，我相信到今天你已经是结出很多很多粒的果子了，你已经是真无相像了。若是你也没不要紧，现在开始又也没换，希望你愿意去活出一个马的生命。你是不是愿意让你这个马可以落在土堆里面死了的？有一次有一个农夫，他看到一只小只的鹰，他就拿回到家里，把那些鸡仔做阵来饲。这只鹰就把这只鸡仔做阵来大汉了。然后有一日有一个人走过去，他就跟这个农夫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一只鹰啊。这个农夫就讲：唔是啦，伊是一只大只的龟娘娘啦。这个人讲：我证明给你看，讲伊是一只鹰来的。所以伊就将这只鹰啊，甲伊举个乖乖，然后对这只鹰讲：鹰啊，点开你的翅膀，往天飞去吧！这个鹰呢，看到这只龟啊，伫土脚食米啊，伊就跳落来，甲鹰做阵食。所以这个人就过一摆将这只鹰带到厝顶的所在，讲可能较远，伊看会到啊。伊就甲这个鹰讲：鹰啊，点开你的翅膀，往天飞去吧。迄只鹰呢，看到迄只龟过在土脚食物件，伊就飞落来，甲鹰做阵食。所以这个农夫就大笑哈，讲我唔是甲你讲了吗？这是一只大龟啦，因为伊甲这只龟做阵较久了，伊未记伊是一只鹰了。当时这个人啊，伊无愿意认输啊，伊就要求讲，给我加一个机会。伊就将这只鹰带到一个真宽的边窑遐，和伊的目睭对着这个日头，然后伊就对伊讲：鹰啊，点开你的翅膀，往天飞去吧。这个时阵，这只鹰就醒起来，哇，就点开伊的翅膀，往天飞去，就无搁再回来了。兄弟姊妹，你知影你的生命就是一只鹰的生命，不是一只龟的生命无？你知影你的生命是一粒麦芽的生命无？咱做阵来祈祷啊！愿主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
免得我得罪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若是你也未信耶稣，我只是邀请你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让你会通得到这个属灵的活命，让你会通活出咱活在世间的目的，让你会通经验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你若愿意相信耶稣，你会通甲主耶稣讲：我要相信你啊，主耶稣，我要相信你，求你将活命来赐予我。我也要为着正向的姊妹，已经信主的向的姊妹来祈祷，愿主予恁会通活出这粒马的生命，予恁伫这个世上为主来活，会通经验咱信主的这个生命是偌丰盛，是偌快乐，是偌平安。姊妹，咱愿意交伫主的手来，愿意遵行主的旨意，为主来活。愿主赐福予恁，保护恁。要愿主家己来看顾，中间若是有兄弟姊妹身体破病无舒服，愿主也医治看顾因，予因得到平安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继续的来追求，愿主的话正做咱路上的灯，脚前的灯光，愿主甲咱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以头先，若是你有祈祷，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哈，等下你会通拍一个电话，甲牧师讲一声，哈。若是你有啥物需要祈祷的代志，哈，还是你有啥物破病，愿意牧师来为你祈祷，也会通等下甲这个牧师讲一声，哈。咱今仔日会讲道理，就到这结束。今日阿斯讲，恁有接受耶稣，甚至恁有任何的需要，阿是有甚物见证要甲我分享的，你会当敲这个电话6444589幺，我讲一摆6444589幺，我希望会听到恁的好消息。感谢主。感谢你的话语，过一摆教导咱，过一摆引带咱，行伫你的旨意中。主啊，无你，咱实在是唔知影安怎行。感谢你，感谢你伫咱的生命中。兄弟姊妹，我即阵邀请你，过一摆徛立，咱过一摆来到主的面前。甲主讲，主啊，阮要跟对你的脚步，真正的路途，无论偌困难，咱拢无惊呀，因为你的确会引带咱一步过一步。阿门。
咱现在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恁众人同在。阿门。咱下个礼拜再见面，上帝祝福恁满满。